哎呦，哇、哦，今天这衣啊，未歹哦，嗯，看了真大班呢吼，哦，这,這样呢，这点在好几安呢吼，哎呀，哇，赞赞赞赞赞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啊，这只龙孙叔叔来这了，哎呦，另外你看个 T 恤都这啊。哦，不过跟他修果较顶呢吼，真来当。

有当啊，有这个原则无毋对，但是除了即个原则以外，咱讲法律要还个包括人情。哦，咱有当啊，家己有原则，但是毋通硬变变。即伊也好坐是真好坐，但是吼、哦，那无通坐嗰阵坐久会忝。但你即个佮出来，后壁有一个挖口安尼，啊软软安尼，哇、哦，足好。所以咱若塞车的朋友都知，你塞车吼腰人家挡袂牢吼。 啊，都要安怎啊？都、就是、要一个腰靠，毋是靠腰啊，拜托。啊，哦，腰要有通靠，安尼。哦，有通靠诶时，阵。哦，你咧赛车比较有精神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即甲咱提醒。哦，咱做人咧，有时阵该忍诶时阵，你爱忍。啊，你诶心爱就忍、是。著是讲，有诶物件爱改变诶时阵，你也会堪即改变。只要无违背真理啦。 你会应改变。咱今日故事是讲到伫四道英传，当迄阵因逐个为着讲到底一个外邦人，毋是犹太人，福音敢会当传福音？因敢会当接受上帝的灵？即是当时个阵，这是一个足新的一个观念。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因为曾经会讲外邦人，上帝无拣选你，上帝只有拣选阮，阮是上帝的选民。 恁毋是，但是世上已经变做因个错误的一个传统，因为伫旧约圣经，上帝早著讲啊，上帝足早都讲，上帝欲祝福互世界万民，是照着犹太人欲祝福互因啊，是安尼尔尔啦，迄是借你钱尔啦，敢若你开银行吼，人个钱放咧银行吼，迄是人个钱呢，迄是人个钱是拜托你管理安尼尔呢。 袂当讲人摕人摕诶，人摕即个钱摕来夹，夹来讲啊你來！啊你夹咧，着我诶钱啊！即即土匪咧抢劫哦！上帝透过以色列人，敢若服务人员将福音捧出去互万民哦！啊！你先家己食，有好食无？有好食吼、哦！你来自己分享，是即个意思。上帝要以色列人家己先了解啥物叫做福音。 上帝和以色列人甲起先活伫上帝对因的看顾内底，享受了迄个福气了后呢，爱赶紧摕出去分，邀请所有人拢来挖靠上帝。这是上帝本来计划，不过人就是安尼啦，人都贪啦，这个年吼无要白起来啦，啊，啊，都讲是我的，哦，这叫做钉子户，你捌听过无？啊，钉子户就是讲，即块土地本来毋是伊的啦。 迄阵是因无所在通住诶时阵吼，咱无啊无暂时互你住，吼。啊，住久煞煞伊就你讲伊诶啦。等若要啊赶诶时阵吼赶未走啊啦。迄间啊即啊，伫个顶啊吼，啊那个钉在涂骹、啊啊、啦，顶在涂骹，有才调你来挽我毋搬，我就毋搬，叫做钉子户啊，伫遐安尼吼。所以你也知影吼，讲犹太人伫迄个时阵，因就咧讲，好因是阮诶啦，变钉子户去啊啦。 莫条条啦，无恁诶代志啦，恁免想啦，安尼免奈着。人上帝本来是叫你帮助人，你煞鬼话讲数讲数了了，你拢无摕出来甲人分，安尼毋对嘛。所以上帝讲，哎哎哎，欸欸、较差不多咧，提出来提出来。但是你着知，人顾啊吼，都已经系你说我诶啊，啊，无要摕出来分啊。所以当到四道云端，就是咧讲，当上帝灵充满。像 当上帝感动起来，耶稣的学生嘅时阵，耶稣的学生就知影讲，诶、欸，咱咧唔对呢，人即本来就是大家公给，唔是咱私人的呢，咱们应该提出来分啦、啊哦，所以伊嘛的确看到讲，上帝也透过因将福音传到别人嘅时阵，真正信心也充满因，因嘛信咧，因嘛敬拜，所以即系耶稣嘅学生，大家真感动呢，讲，哎呦，啊，当咱咧祖先上帝迄阵， 福音假人是要摕出来分，啊，咱讲侵占遮么久啊，哦，即把时间到，哎，赶紧摕出来还啊。所以耶稣的学生，因诶观念有改变，但是你爱知，迄阵其他诶人，其他绝大多数迄种足传统诶信徒，因抑个无即个看法，哦，因诶头脑抑个停留伫古早型啦。 所以你甲你讲诶时阵，伊承认你讲哎、欸、啊，这上帝惊难呀！伊讲啊啊，阮、啊、知啦，因为这圣经有写嘛。但是知碰知你讲真正要摕出来，有困难啊！因真正要来接受这外邦人，讲你嘛是做会当甲阮做伙做礼拜，这足困难诶，这真正足困难诶啦。我我会当体会，我真正会当体会，吼、啊，因为你知影，阮伫美国吼、啊，有足侪即个大义诶教会吼。啊 我就是讲，想要去学晒即个美国个台语教会，我毋得走美国，哦，啊无伫台湾遮济事讲通做，我偷落走个美国。就是因為我看着美国个台湾人教会、讲台语个教会，吼、哦，因安尼渐渐渐渐年纪愈来愈大啦，啊好亲像毋知影教会将来要怕要胖对倒位去啦，啊要惊对倒位去啦，所以我想讲安尼，我爱甲你分享，吼、哦，我爱想要来伫咧做，甲你讲，诶，兄弟足疼咱台湾人嘞。 哦，咱台湾人相对學咱足車，都是咱来摕出来分啦，摕出来分人啦，安尼啦，嗬，我知係覺得無簡單，是安怎？因为呢，阮去到地美國时，時看到足車台湾人嘅教會，嗬，对住講有人要讲国语吼，足歹接受诶。哦，即当然是有历史诶背景嘛，即有故事嘛，啊，虽然你读圣经了后，伊嘛知讲圣经又无讲耶稣敢若救台湾人。 耶稣干阿有讲大语诶圣经无安尼讲，哦，所以你必须爱互恁教会讲国语嘅买单来，安尼听有无？听有做会教无？做未教？你知哦？人著是遮矛盾啊！啊、哦，我用即个，比如咧讲，告讲，我会当体会犹太人迄阵因要接受外邦人甲因做伙，讲啊，你是我兄弟，足困难诶啦！哦，敢若讲讲大语诶教会人吼。 在伊个教会要接纳即寡讲话语诶，吼，啊，要来甲伊讲啊，咱逐个做伙吼，啊，耶稣、啊、听你，我也听你吼，诶、欸，伊头脑在，伊讲未出来，你知哦，伊讲未出来，真厉害啦！这是还是无我都，这法度说明啦，这只有当用体会啦。咱人真正要改变一个习惯吼，只系时间啦，只真正系时间啦，啊，所以。 虽然我知影讲，你讲英文也好，你讲啥物语言也好，拢会当敬拜上帝。但是当你曾经捌受过伤害，当你曾经过去捌有故事诶时阵，你变做一个传统诶时阵，即嘛叫你讲，啊，无要紧啊，逐个做伙来，即个需要时间啦。即是足无简单诶代志，我甲你讲。所以当迄阵只爱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因拢习惯干那看着犹太人，若看着外邦人，迄著是外星人啊，迄著、就是。 毋是地球诶人，迄种感觉呢？你即摆形容讲要接受，咱一个教会，哦，有犹太人，也有迄阵诶罗马，其他诶民族诶人，逐个拢会当做伙来教堂，会当做伙甲咱读共一本圣经。哦，足奇怪，你知哦？迄阵敢若古早乌人，迄阵禁止甲白人做伙伫一个房间内，甚至佮禁止去去一个共一间餐厅。 哦，是恁连变数都有分，迄种诶年代，你要叫一个白人，讲来接受，讲啊咱接方顺一个黑人做伙，伊挡袂调啦，伊真正挡袂调啦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今日即只要讲诶是咧讲，人类足大一个进步就是讲，你会当突破即个疫情，你感，你从感情上，你无当突破即个障碍。啊这边怎是麦农，咱看着耶路撒冷，诶，即点信徒。

哎，讲哈、啊、哦，原来是安尼会使哦，诶，会改变哦，即、这个足困难诶啦。伊色列人，几多青年来弄进围攻，福音是伊诶啦，已经咱们条条啊毋帮啊啦，哦，啊，即嘛向你要伊讲，即、这个、人本来著毋是咱诶，即、这个、本来逐家诶啊，即、这个足困难诶。迄几多青年来观念，迄一个变哪改，足困难诶。所以你啊辩论，圣经讲亚罗撒领个教会，著逐个在啊辩论。 变到最后的瞬，因同意，讲唔呀，哦，因为看到上帝灵安怎样做工，尤其彼得站起来讲讲高二流的代志，在咱节目中已经讲过啊，吼，彼得讲啊，讲这高二流，这是咧外邦人，竟然上帝派天使，然后呢，叫伊起来给他接，接我去因兜，然后上帝伫我的面前，哦，互我看着讲。 一个外邦人竟然让上帝灵充满。即个外邦人除了伊个国籍，甲咱无共款以外，伊跟咱有啥物分别？无分别，拢是上帝百姓。所以，彼得讲：“哦，即、这个代志改变我足大个观念。”彼得讲了了，大家听听了讲，安尼咱好。安尼感谢主哦，对辩论、对原本的对立立场无共款，甲最后。 咱今日所读诶经文讲，因做伙欢喜，将人光归予上帝。讲上帝安尼真正你著作为，时间到啊！福音爱传乎万民啊！即、这个飞机真要紧呢。如果若当时即个飞机吼，开甲边边边度吼，啊，我甲你讲，阿他惨啊！安尼今仔日福音可能传未到咱台湾啊！福音毋知调掉伫地上掉了呀！著、哦就是因为迄摆。 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竟然无法度接受，讲外邦人买账得到福音。哦，外邦人跟咱有同款的权利来信上帝。这对现代人来讲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有够简单的概念。这哪有啥啦？这无啥嘛？但是对你来讲，非常的困难。 喺度敢若亲像咱即马咧讲啊，上网要哪有啥？吼？我一个手机会当拍电话，会当翕相，会当正常正常咧。你若五十年前个人看一个下海要落落去讲，哈，恁是安哪用诶？现在一台手机，佮会当讲话，佮会当上网，佮会当翕相，佮会当录影。我若那只后会甲你报咯，我这些若有可能？你知影我诶意思吼？古早诶人，当伊无即个观念诶时阵，认为这无可能。 对即满人来讲，你已经习惯动作正常；对高三人来讲，这根本你即满是在讲放假。所以，对着耶稣的学生，因有亲自伫第一线，吼、哦，因有亲自甲这外邦人接触,触，有看着因信仰所会改变，看着上帝安怎感动，上帝安怎伫因诶中间伫做工，因将即个物件带登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。 耶路撒冷个教会信徒是无看到，无看到，人叫因要接受，相当困难呐！我甲你讲，这真正足困难诶啦，因为咱人诶想法咧改变吼、哦，这需要足长诶时间。伊就你安尼都是安尼，你要甲改，无可能。所以亲爱朋友，我要来透过今仔即段，咱后边稍发讲一下，就是咧讲，拜托，咱做少年啊，咱做人诶孙，做人诶囝，做人诶新妇，我想咱来稍发体谅一下。 对长辈来讲啦，哦，伊诶观念、伊诶生活习惯已经拢固定起啊啦。你即马要叫伊改变哦，足困难诶啦，真正足困难啦。哦，因若家己无迄个意愿哦。我想毋免伤过，家己免讲。哦，迄日若讲老一辈买买物件，拢爱去试客，爱去爱去比较啊。啊，物件里底我拢看着啊，我试用看觅咧，我再来买。你叫伊讲。 阿妈毋免啊。啦，来来来，我开电脑，那里面都是台，这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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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你免出门哦，哦，你冇免敲电话哦，连敲电话都毋免咯，哦，我即嘛安尼，用电脑安尼，黐黐咧，黐黐咧，黐黐咧，过两间物件来送喺你兜、哦哦、啊，阿妈讲唔通哦，系用骗局哦，你知哦？啊，你你你咁样捉到断啊，你知啊？你讲，咁简单嘅代志你又唔办？哦，我奇怪你只老人社，只捉到手嘅，老人捉得多噶啦。 啊！有人讲你安尼感好危险哦，哦，你安尼用骗去哦，哦，你安尼未使哦，咱著是安尼？咱的观念足保守啊！啊，虽然心爱改变哦，你系小夸较突破你家己啦哦、啊。我阵我记咧，我拄去个美国时，有一个物件我足没惯系哦。有等啊，早起门吼，早、啊、起時,时要出门吼，迄、啊、门拍开，因奇怪，啊，会外口一包物件。 迄邮局寄来吼，无像咱台湾哦。台湾人邮局寄来叫你啊签名。台湾邮局寄来吼，一定是有人才坑你啊！你咪讲毋是？吼、喔，因物件坑的做一走安尼。啊，你讲奇怪，安尼讲袂判见，因的文化，因的文化就讲毋通共随便讲摕人嘅物件。因子女讲物件坑你，遮，毋是你诶，无人会来摕。我想在想讲，说真正叫做真相诶，对无？当然有人去专门去收集嘛。 你掏钱，你这个快递公司，你都上列后壁，我规批照单装收安尼就好啊嘛。这咱的想法，所以咱这叫做消人啊，哈啊，我其实真正做没惯系。我像你讲，你可能真正袂去用偷代记吗？哦，啊、真正袂咧，所以我就买我个惯系啊。哦，真正的東西沒人給你物件坑你啊，无人甲你摕。吼。啊，万一那摕去咧，啊都有啊。我有一个青年买电脑，买电脑时候呢讲，我说我电脑好，我因为我拢你去学校。 所以我电脑我寄去恁兜，我讲我好啊，结果落尾无收着，哦，无收着的时阵，我就去问即个公司，即、這个公司说哦，安尼哦，迄我咧准备送去恁兜的时阵吼，无、哦、人，本来要扛门口，但是伊讲天气歹，阮惊讲这电脑物件吼，万不能来压好安怎吼，歹、哦、去。所以阮摕到来公司，啊，摕到来公司了呢，有人来领呢，讲、哦、蛤、啊，有人来领，我那毋知，哦，啊，所以阮落尾去催，原来。 因只甲我讲有一个集团，著像我,我来讲啊，专门咧共人偷摕物件啦，向偷摕去啊啦。啊，要安怎？阮年轻人足紧张闻来讲，啊，无输变安怎？啊。美国著是讲，阿发现遐拢有保险哦。迄阵你伫网络买物件诶时阵，吼、哦，迄叫做 free shipping，著是讲吼，无、哦、甲你收钱物件甲你送去，啊，阮拢有保险。万一即个物件啦无去诶时阵，保险公司因来赔。讲即个代志啊。 所以你看，即是是无共款个想法，是吧？我记即个诶意思著是讲，咱毋通想过坚持咱家己诶想法，哦，坚持讲一定你物件肯定只会用偷睇去，我著坚持讲会用偷睇去。安尼。我若个性较悲观诶，发生一摆，我是毋是讲，你看有无？我早著甲你讲啊，对无？一定有人偷诶。你看是毋是？我拢是对诶。即种想法袂进步，因为人伊美国人诶想法是咧讲，啊偷睇就偷睇啦，啊无啊多啦，因为吼。哦 迄美国土地大，啊人口多，你要叫伊一个一个叮当出来签名，伊拄啊直接送无几件。伊讲啊算啦啦，都隔离啊，无人去退啦。啊若真正有人去退时，阵，咱则用保险甲伊敲无 e r 安就好啊。安尼较贵气，哦，安尼较未麻烦，毋通为着真两个少人害大家无方便。即种观念我以前是拢无诶观念，哦，以前我拢毋知影讲会当安尼做。 咱会、哦、照咱咧补，但是去教一下生活了，慢慢学习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咧讲最后时间要甲我咧讲一个，更较两公有够是含过诶代志。我只去超级市场，因为阮囝对外地倒来，我想讲咱做老爸吼，甲、哦、煎一咧牛排，甲补一下。我买一滴牛排，迄牛排无俗哦，迄物件拢比台湾比较贵哦，吼，算算诶代表七八几块。迄、那、牛、個、排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买一寡物件，饮料啥物，迄奇怪。 等伊家厝诶时阵，嗯，阿奇怪，啊牛排咧，我說我无看我买牛排，我讲阿牛排牛排，诶，啊牛排咧，我讲诶，啊，当惨啊，牛排牛排伫对、欸啊，我即摆年纪大哩走，我讲阿惨啊。啊，阮当我拄好开车门的时阵，牛排碰车顶，所以我车驶走，迄牛排就毋知飞倒位去啊，我、就、讲、是、啊，当即声啊，即声牛排上帝，我要请阮囝上帝第一请别人啊，安尼变安怎？毋甘愿咧，真正咱毋甘愿七百几块咧。 我搞冇，讲，我我阁倒下找，我车谁下阁倒去超级市场去找，买奶有啦，都当然嘛无嘛，啊无，我想足毋甘。我想我较无人好心拾着吼。我去行超级市场诶迄个工作人员讲，我若干脆讲发生即个代志吼，我若讲也歹势啊，所以所以毋知有人拾着无？伊讲啊，你缀我来，我我想我伊毕竟问咧，啊，今日阿出服务台啊，伊讲啥你知哦？伊甲服务台讲，即、這个先生也把他判进去啊，伊计日当摕一块新嘞，迄个服务台人讲去摕去摕去摕。 我戆个呀，啊！伊唔是讲有人笑到，伊讲我系肉棒剑啊，会当摕这个先嘅给我啵，伊讲会当，啊！你笑死人，我肉棒剑啊，唔是你用棒，是我家己用棒剑，你要陪我。我瞬间戆起啊，我怎啊走去摕一个差不多几少港款，我摕登去服务台讲啊，我过来咧。w h next？伊讲 Go home。哦，讲去。啊呢？伊讲对，啊安尼啊。就這樣聽到，竟然是有这种代志。 你知哦？哦，所以讲，你知道我做这个，我的想法，我唔知影讲有另外一种想法，系叫做大开眼界，唔是大开杀戒，冇相关。所以亲爱朋友咱人有当啊，就是讲爱去参考别人的看法、做法，我哋的心也够卡开阔，心嫩，卡幸福。哦，啊，这边结束，看下落三广告，多谢。